一般而言，我们在运输装备会区分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自力机动，第二种就是尾箱板运，第三种是铁路运输。那选择方式会依照我们的装备类型、我们运输的距离，然后还有作战区的范围去做不同的选择。那像距离较短的状况下，轮型车辆我们会采自力机动的方式为主。那第二个尾箱板运的部分，像履带型车辆哦，以及工兵机具哦，这些我们就会以尾箱板运为主。那距离较长的状况下，我们就会以铁路运输的方式为主。但是因为铁路运输的限制比较多，像是月台哦，以及铁路电气化后的一些电缆线哦，有可能会有围安，所以在均品有超过高度3.3公尺以上，宽度有3.19公尺以上的，我们就会全程采尾箱板运的方式实施。我们平常遇到战演训或是其他任务有需要去转移我们的装备或是做机动移防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制定机动计划，来评估我们要怎么样去运输这个装备。像是自力机动的话，我们就会考量这个装备适不适合，行经道路是不是太狭窄，或是在交通尖峰时刻会不会对民众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定机动计划的时候的考量。以方便性来讲，是公路运输比较方便，铁路运输我们还要有这个比较复杂的作业流程，还要跟铁路局完成这个平车挑拨的作业，那到现场之后还要完成断电啊等等这些作业。那再来就是铁路运输，我们只能运输到火车站，那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那它势必还是要再增加公路运输的部分，所以在短距离的状况之下，我们会选择直接用公路运输。在我们尾箱板运作业前，会针对我们作业编组的所有人员做勤前教育，那会针对编组人员的任务、以前的案例以及注意事项这边做提醒。那提醒结束之后，人员开始作业，尤其要注意到驾驶以及指挥官的默契，所有驾驶一定要听从指挥官的指示以及手势做上板动作。那整个作业结束之后，驾驶要尤其注意尾箱司机这边做系固的动作，然后在整个押运的过程，我要全程注意装备是否有松脱或是有掉落的情势发生，因为在运输途中没有办法确认这个军品的移动的顺序。作业结束之后，我就会再回报到地支部这边做运案的结管，